家好，这集开始我们要来介绍一套新的彩线软体 Inkscape。 这是一套很适合用在室内设计的彩线软体，在我们上一部室内设计 3D 教学影片上线后，就收到许多留言与讯息，希望我们加开 Inkscape 的课程，但软体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所以一直到最近才忍痛买下去。如果觉得教学还有点用处，请订阅，让我们每部影片都能及时通知各位，也多多帮我们按赞及分享，不然老板说之后大家只能先吃土过日子了。使用 Inkscape 彩线软体，可以把 SketchUp 的模型与材质特性显示出来，像是地面的凹凸纹理、具有镜面感的石材、户外景观、阳光与阴影，都能在画面中及时呈现。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的 Lumion 相似，但较亲民的价格与容易上手的特性，受到更多设计业者的青睐。Inkscape 是安装在 SketchUp 下的扩充程式，两者需同时拥有才能使用，不像 Lumion 是独立软体，所以在档案格式的限制上，就是以 SketchUp 能接受的为主。成功安装 Inkscape 之后，会出现一条专属的工具列。平常在画图时不需要开启 Inkscape 软体，只要按照平常习惯的 SketchUp 流程即可。当希望模拟场景时，按下工具列的第一个按钮 Start Inkscape， 接着就会跳出 Inkscape 的画面。这边我们建议要使用双萤幕作业才会方便，两个软体虽然会独立显示，但实际上会相互联动，所以单萤幕只能让两个软体各占一半的画面，使用起来有点不顺手，但教学上为了大家方便观看，只好委屈大家辛苦点看分割画面了。假设你使用笔电工作，也没有多余萤幕可以接双萤幕，就会像我们这样把两个软体分别放置在左右。首先介绍 Inkscape 工具列按钮的功能。工具列可分为四个部分，与 SketchUp 间联动的功能、 Inkscape 的资源库、设定及其他资讯。目前软体的中文界面只有简体中文版本，所以我们自己翻成大家比较好理解的用法，期待官方未来会推出繁体版本的语言。工具列的前面三个按钮可以开启软体、同步物件与视角，建议把第二跟第三个选择开启，可以让两个画面随时保持同步。在 Inkscape 物件中，主要是放置灯光及外部物件，灯光有常用的球形光、投射灯、片光、长条形光源都有，也能支援使用 IES 档案，未来我们会分享更多光源的使用方法。软体有内建丰富的物件库，而且还持续在增加。2022年9月我们开始录制的时候，大概有3200种的家具、车辆、人物等物件可以使用，这对室内设计来说真的是很方便。如果不擅长自己画家具跟设备也不用怕，软体提供了很多好用且高品质的物件，放进去就行了。放置的时候可以在 SketchUp 或 Inkscape 中放置，方法稍微不同，之后再跟大家介绍。如果你已经开始在尝试使用，别担心 SketchUp 中看起来很粗糙的家具，在 Inkscape 画面中会让家具的形体与材质重新显示，模拟出家具真实的样貌。材质的内容分为材质库与材质编辑器，也支援使用外部的材质，但可惜目前材质选择还比较有限，所以可以到网上去找其他人分享的材质资源，也能使用我们之前介绍的 Architecture 外挂程式，不过免费版没有提供制作 PBR 材质所需要的其他内容，材质的真实度会稍微逊色。贴材质的方法其实跟 V-Ray 有点像，都是把材质库放到材质编辑区后再转贴到物件上，可能比较不同的是 Inkscape 的材质大部分尺寸都调整好了，不用再到 SketchUp 的材质编辑功能区修改尺寸。这些应该就算是 Inkscape 主要的功能项目了，当然这软体还有其他便利的功能，例如制作360影像、绘出独立执行档案等多种方便设计师与业主沟通的工具。未来我们会陆续推出 Inkscape 软体的基本教学及实战绘图练习案例，让大家可以自学软体，不管是建筑或室内设计科系学生，或是设计界前辈们，想从手绘进入到 3D 的设计流程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我们会加速把教学上线跟大家分享的。
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